大家好，我们是用一个新手游《决战农城》，我选择在第一个伺服器。好，一开始呢，你可以为你的帮派取一个名字，哦，然后再为自己取一个名字，还蛮搞笑的哦。我们赶紧进去吧，感觉是一个全新的 H5 手游，就是容量很少的那种手游。哇哦 ，Oh my god！ 哈哈哈。因为最近这种手游很热啊，那应该一样哦，打几个蜜蜂，那支援自动战斗系统，哦，而且一来就送你贵族三的意思吗？哇操，当做破解版在玩啊？那我们点人物呢，我们可以进一键穿戴啊。那他这边有所谓的排行榜哈，我们一一来介绍一下主界面的东西。那这边是他的挖宝系统。它这边是在线，哦，元宝，那所谓的活动哦，那下面你一样可以领一些奖，然后开服啊、比拼等等之类的，首充，或者是所谓的神技，那这边让它自动靠就行了，这边叫你强化，一键强化。哦，所以整体真的很好玩哦，很轻松啊。人物的界面可以穿戴，神器的激活，内功的铜钱提升，哇，很好玩哦！我天啊！然后一键强化，一键穿戴，内功的铜钱提。哇，也太好玩了吧！我的天呐、啊、！Oh my god！ 哦，最近这种手游真的很热门啊，瑜伽刚诶，哈哈。有没有？非常酷炫的手机游戏哦。那么点英雄呢，你就可以多一大家进行上阵、出战教学。哦，所以它有所谓的英雄系统，那时候你再消灭两个佣兵，哦，两个骷髅枪兵这样子，哇，真的非常有趣哦。然后骷髅领主等等之类的，能够再一键穿戴，哇，好好玩哦！天啊！好啦，就这样子，还蛮有趣的吧？一个最新的手游。小鸡皮花几把你可以喜欢，也可以听我明打，拜拜。那你看你的武将就会帮你打。那这个手游就是这样子哦，前期就一直解主线下去。好，那你就可以继续升级，而且他一来就送你 VIP 三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最新手游到这里啦。而且他有剧毒蛇王诶。有一种神鬼奇兵的感觉，嗯。